好，好，好，来，一定你不要紧张了哈。我们送你去医院啊。嗯，好，来，我们慢慢走。来，来，电梯。对对对。所以如果说穿过去的话，记得千万不要给它拔掉。这个也是建议，就是说现场的话做简单的包扎，如果能够消毒最好，之后就马上送医，这是最好的处理。来，看一下，好，来，弟弟你不要紧张了哦。我们送你去医院啊。好 ，OK。好好，你要送去哪里？嘉熙。嘉熙，你直接通知家长到嘉熙好不好？嗯，好。来，我们慢慢走。来，来，滴滴，对对。所以如果说穿过去的话，记得千万不要给它拔掉，因为它穿过去它有压迫性，如果血管有受伤的话，至少不会流血。你如果把它拔掉的话，可能血管会流血不止，那会产生大的问题，是第一个。那第二个的话，你把它打开拔掉之后，可能会造成污染，所以它变成容易会引起发炎。这个也是建议，就是说现场的话做简单的包扎，如果能够消毒最好，之后就马上送医，这是最好的处理。很多阿公阿嬷孙子在吃贡丸的时候，他喜欢用一个筷子把它穿过，那小孩子在玩吃贡丸的时候，有时候在游戏跌，到时候造成跌倒，可能会造成穿刺，洞穿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危险性。我特别跟告诫一下阿公阿嬷，千万不要给小孩子吃贡丸的时候用筷子穿过给他